中国是那个易经，天地之大的月相，相相之为易，相相不息，相相不异的一个概念。画面中这位畅谈中国哲学的老人是来自美国的著名汉学家安乐哲，他是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，多年来致力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。12月24号，安乐哲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新书《生生的中国哲学》，书中包含了安乐哲最新的23篇中西比较哲学学术思想论文。他表示，用“生生”二字，是因为这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。每一个时代要穿墙它，要用它面对一个时代的所有的那些问题。你看古希腊跟现代的希腊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？就是断裂的、那个埃及一样。可是中国那个古代跟现在 是一致性的。安乐哲说，书中文章关注问题看似不同，但其实有共同的出发点，即广泛呈现于儒家思想和中国哲学中的相互依存的价值，对解决时代紧迫问题具有巨大价值。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是中国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里崛起来，因为这个200年来中国不在。西方要扩大他们的影响，所以从他们的立场来看，中国落后了。从中国人 的立场也不自信。可是，那个中国文化传统是宝贵的一个东西。我们现在那个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办法解决。我们现在人类面对的所有的问题，那个全球暖化，那个环境破坏，什么都是要合作才能够做，是基于利而利人，所以现在的那个世界需要儒学。安乐哲18岁远跨重洋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读书，被中国儒学魅力吸引，一生辗转多个国家与地区，系统学习中国哲学。在他看来，中国哲学传向世界目前仍然存在障碍。最大的问题是修语，我们把中国的和翻成 harmony。可是古希腊的 harmony 是数字性的一个东西，是 ratio， 是理跟理性有密切的关系。可是中国的那个 harmony 有共享的意思。一直以来，安乐哲坚持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，是希望立足外国人视角，发挥桥梁作用。一开始我在香港，18岁的我的尊敬的那个老师老时光。他一直要跟我说 ，Roger， 我们不要谈中国哲学，我们要谈世界哲学中的中国哲学。如果看两边看得清楚，如果只看一边的话，你不知道你站在什么地方，一定要从那个另外一个立场来看它。